怎么了？哎，谢谢谢。妈，我拿便当给阿健呢。哎，不用拿了啦。哎，子梅已经拿去，你拿我的便当去哪里了？哎，哦。差点迟到，你知不知道？哥，是我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帮你收便当。你放着就好。你可不可以听我说一下？找你找了两年，你连一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吗？你来月村如果是想要让我跟你一起回去的话，我现在就跟你说不可能。我知道你在怪我搭游艇那件事，可是我没有选择。哥，知道吗？我10岁的时候来到左家，你一直就是我最心爱的那个人。你不想回去的那个家，我也不想回去。我只是想要像小时候一样，安安静静的待在一个有你的地方，可以吗？我保证，我绝对不会告诉安婷你在月村，也不会提醒你已经结婚的事。你可不可以不要赶我走？你只要记得，你是我妹妹，我们可以是永远的亲人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。所以，我可以跟你一起留在月村吗？姊妹，你也在啊？你很慢呢，每次都这样，饿都饿死。哎呦，我刚刚在忙影片的事啊，饿一下会怎么样啊？筷子嘞？对哦，我忘记拿了，我现在会去拿。哎呀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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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姊妹有帮我送便当了。谢谢姊妹，一起来吃啊。好。妈妈做的便当特别好吃哦，赶快吃。